看好了，兄弟们，分析一下对面这个阵容，好像不是很难死，好吧？这一把教你如何三级单杀艾克，必单杀，看好了。想学单车的朋友，请大家注意主播的细节。打艾克，主继续压制。这把刀是我先 QA， 教你们如何单车打。先 QA， 别放技能，等 Q 的 CD 在五秒左右。再放 W， 他死了，看好了，闪现 QA， 打出电刑，完成一波单吃，这一波你吃了没有？那应该咋办呢？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别急，等一下再教你们如何对线。再学个 W， 他现在非常危险。这人是有闪现的，翻墙，很好 ，Q 接平 A， 接 W， 接翻墙，嘿嘿，哟，你已经死了 ，A Q， 哟西。漂亮，可惜了兄弟，真正的高手是不怕被抓的，更何况是这种前期不是很强的英雄，像如果前期是一些伤害很高的，那还慌一点，这两个英雄没有爆发没什么意义，好吗？W QRA 点蓝，接提亚马特一方面。这一波你输了没有？上路有机会，来了老弟，别怕，掏到屁眼了。Q 接平，接 W，A 接提亚马特，直接秒杀。上路怎么说？溜了。这上路感觉像个带电，这上路小心一点，再把这个老鱿鱼必须要稍微针对一下，溜了，反蹲一波，嘿嘿，你他妈都不开大，你玩什么艾克呢你？我靠，你太秀了。非常好，你看到你看一个人拿刀玩的怎么样，你先看他的补刀，他补刀如果可以，那肯定玩的不会差，因为他节奏还可以，好吧，再见。再来，千万不要逛街，逛街不太好。又是一个阴沟里的事情。操了个地界！哎，漂亮！胯下扎针，是
是兔子，支援一下队友，漂亮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掏到了，那就别打了。他在打蛤蟆，溜了，再去也来不及握手。嘿嘿嘿，我老弟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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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吓人了！我操，这个上单这个鞭打太狠了，溜了，偷个鸟。哎，老弟，嘿嘿嘿。有点难受，回点小血。嘿嘿，这一波你输了没？你看我这一把不仅杀了很多人，而且补刀还很多，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，看到没有，很连贯，就要么再回家，要哎。What the fuck you baby forever? 差点五杀了。这把差点五杀了，给我一个闪现，我可以五杀。不跟你吹牛逼，给我个闪现，但是现在没闪，胯下扎针，感觉可以五杀，慢慢杀，别急，慢慢杀，没事。嘿嘿，那一兵我他妈没抢到，可惜了，他妈的，所以说把握一下，想要升牌子的朋友，今天是你的不二选择，胯下扎针，嘿嘿嘿，双杀拿下！感谢奥特曼送的1000个大气，感谢奥特曼，谢谢奥特曼，碰碰运气还是可以。